闻过怒，闻欲乐，损有来，益有去。闻欲恐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见相亲。二十三，闻过怒，闻欲乐，损有来，益有去。闻欲恐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见相亲。如果一个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缺失就生气，听到别人称赞自己就欢喜，那么坏朋友就会来接近你，真正的良朋益友反而逐渐疏远退却了。反之，如果听到他人的称赞，不但没有得意忘形，反而会自省，唯恐做得不够好，继续努力。当别人批评自己的缺失时，不但不生气，还能欢喜接受，那么正直诚信的人就会渐渐喜欢和我们亲近了。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小朋友，我们也要学习曾子一日三省吾身，如果能常常反省自己，才能改正自己不好的习惯。而省思用在德行，德行就会精进；省思用在课业，课业就会进步；省思用在事业，事业会有成；省思用在职务，职务会蒸蒸日上。一个人如果每天都能够自我反省，并且力求改进，缺点自然就会减少了。二十三，闻过怒，闻欲乐，损有来，益有去。闻欲恐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见相亲。